钢筋没对接，就是抽位从七楼开始往下抽，抽到四楼了。现在是检测出来是低级危房。从去年12月30号叫我们出来租房，全部人都搬出来。他那个安置房的钱都一年吧，700块一个月，搬家费2000，总共是14000块钱吧。隔了一年的钱都在县城的也有，回农村家里也有。当时你们买房是按照商品房去买的吗？对对对，开始预售的时候还要1800的也有，1900的也有啊。房子是一共是几层呢？7层。一共涉及到多少户啊？刚刚我们有42户，全部要拆了嘛。